这一位同修问的啊，我们在家居士诵经时是站着好还是坐着，请师父指点。诵经是背诵，不需要看经本，坐着站着都可以啊，这个没有一定。如果是读经呢，啊，有经本呢，坐着比较好啊，不用经本背诵啊，这个没有关系啊，站着啊，经行都可以啊，就是散步的时候都可以背诵经典啊。第二是居士在家做客。施大悲水，他请问师父怎样施法？这个施是布施，就是你这个念大悲水布施给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通常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帮助人治病的，另外一种啊是布施小动物啊，像这些蚂蚁啊一类的，是这些爬虫一类小动物啊，布施给他们啊。大悲水念大悲咒的时候一定要有大悲心啊，如果没有大悲心，这个大悲水就不灵了。真谛愈是慈悲愈是真诚，这个大悲水会有感应。第三是居舍，在家居士可以吃白皮鸡蛋，请问师父是不是可以？我不懂得什么白皮鸡蛋，鸡蛋还有很多种颜色。这个问题过去有同学问过啊，那么只要不是种蛋啊，那么吃鸡蛋呢就跟牛奶一样啊，不杀生呢啊，不伤害它的生命。如果这个蛋可以孵小鸡，这个蛋就有生命啊，那就是杀生啊。如果是不能孵小鸡的啊，这个不是种蛋啊，一般讲的时候是可以吃的啊。那么想想大都市里面这个市场里面卖的鸡蛋呢，大概都不是种蛋啊。我听说种蛋很不好买啊，一般市场都买不到，而且价钱呢也会比较高一些啊。不过现在吃这些东西很麻烦嘛，听说这些畜生呢，饲养畜生的人，这些喂他的饲料啊，里面掺杂着有些基因的东西，恐怕吃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疾病啊，这一类东西还是少吃为妙啊。这位同学说他今年3月8月了，是4次梦里法师啊，这个啊，这是自己啊，好像很难过了啊，恨这个相见太晚啊，
他说：“深知法师啊，就是我一直苦苦找寻的善知识啊，眼前这位长者，即是值得我终身一直的好老师啊，愿以法师为榜样，决定尽贤受，从事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现在弟子想学经啊，拜请法师指导啊，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如何选择学讲的经典啊，与我个人呢深爱首楞严经，但究竟呢选择哪一部经会更有益于当今社会众生？首楞严经也很好啊，分量太大啊，这个经典呢是大乘原教比较上深一点，在现前这个社会契机的面比较窄小啊，窄小也没关系啊，这种经呢是对上根人说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对高级知识分子说的，你要发现学这个经你就不是度普通人啊，你度这个社会啊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啊，这很难得，也相当不容易，能发这个心啊也很好啊。那么楞严经的学楞严一定要看注解啊，如果不看注解很难看得懂啊啊，这注解里面比较浅一点的啊，近代人呢是圆因法师的注子，用它来做基础来做入门比较上方便啊，圆严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第二说，不能亲近法师身边的日子，该如何落实修行？这个亲近善知识，不一定呢，天天跟在善知识的面前啊，每一天跟在面前。有许许多多人一生都不能成就啊，由此可知啊，亲近这两个字就不一定只天天在面前啊。那么亲近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就是佛在经典上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能把这八个字做到，这是真正亲近啊！我们今天以佛为师啊，而且是以祝福最赞叹的阿弥陀佛为老师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尤其是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啊，诸位可以把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另外两种汇集本跟一种戒教本啊，彭济清的戒教本，夏老这个本子总共九个本子，你仔细看看啊，做一番比较你就了解了，所以这个本子很得人欢迎，这个本子度众生多，比古本
自古以来，恐怕现在这个本子虽然推出来才十几年，读的人数不亚于古代，你就晓得它的殊胜。夏老居士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我在过去讲经跟大家报告过，我不敢打妄语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迈阿密讲经，就是现在诸位看到的认识佛教，在迈阿密讲的。原来到迈阿密准备的讲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义》。我在美国东部，从纽约到美国的首都玛丽兰州奥克荷马，然后再到亚特兰大，一直最后一站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一次每一个地方都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义。到迈阿密一看，讲堂里面一半以上呢是外国人，是当地的美国人。我一看到人这么多，临时换了题目，讲认识佛教，把佛法介绍给美国的同学们。这里面有几位中国人所讲的特异功能，在外国人讲他们有神通，有天眼通。主办单位的这位居士，我在没有到的时候，戒缘的经书寄了不少过去，其中有黄念祖居士无量寿经注解。这个本子是我们在台湾印的，前面有夏莲居老居士一张照片，这是诸位都看到的，现在这个照片流通的很多。这一些特异功能的人看到这张照片，给当时这个主办单位曾宪伟居士跟他讲，他说这个人是再来人，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曾居士很喜欢神通感应，向他请教，他说他有什么特殊呢？这和美国人讲他的身体是透明的，这从照片上怎么能看得出来？身体透明就是说他心里头一丝毫污染都没有，得清净心我们的心，那这个身体，那些人看到都黢黑的，不会透明里面被贪嗔痴慢污染了。所以他说这个人是身体是透明的，而且告诉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从来没见过面，也没有人讲给他听过，居然讲的与事实非常相应，这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他说的感应事情很多，我们也不便多说，说了之后说我们是妖言惑众，我们从来不讲神通，不讲感应。我们真正修行心地清净，总有几分明了。
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访问黄老居士，啊，老居士也给我谈的很多。啊，他说下牢往生的时候，他们都守在身边呢。啊，下牢告诉他们大家，他的会记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会传到全世界。啊，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末法有九千年，这个九千年净土教能够发扬光大普度众生，决定是这一部经。啊，佛在《法灭经》经跟在这部经都有预言，将来佛经通通灭尽，啊，最后啊只剩下这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这《无量寿经》现在九个版本，到底是哪个版本呢？肯定是这个本子。啊，老居士佛菩萨再来的啊，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祖师大德当中许多佛菩萨再来的身份没有暴露，我们不晓得啊。可是印光大师赞叹《弥陀经要解》，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么欧一大师是什么人啊？如果我们知道印祖师大势至菩萨，欧一大师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下老居士也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啊，宋朝时候王龙书会记的本子并不圆满，啊，因为他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这一会王龙书居士一生没有遇到过，啊，所以这个会集有缺陷。如果说会集不许可，王龙书居士往生这个瑞相大家都见到，他念佛是站着往生的，啊，他的会记本收在龙藏里面，啊，过去这个注解啊作品被收入藏经，就是佛门四众的弟子高僧大德以及朝廷肯定你的著书与佛的教理不相违背，这才能入得了藏啊！啊，印祖对于王龙书的本子，对于魏源的本子都有批评，那个批评
梅光熙老居士说得很清楚，印足不是批评不可以汇集，是批评汇集不当。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可以用自己可以斟酌用字，汇集不许可，决定要保存原译本的文字，不可以更改。龙树居士跟魏源居士都改动了原文的文字。印足的批评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夏老居士做第三次的汇集，这些毛病都没有了，非常慎重啊，前后用了10年的时间呢，才定稿，这才流通出来，当时的大德。赞叹的人很多，用他这个本子来讲经的有慈州老法师，最初为这部经做扩判的就是慈州法师，我们在这个培训班第二期全体学生一起来参与，做了一个详细的扩判，而这个科判的基础就是用的慈州法师。我们用它做蓝本呢，再深入再详细的来分科。慈州大师有两位学生在台湾都非常有名，受大众的敬仰啊，一位是道元老法师，已经圆寂了，现在还有一位灿云法师，慈州的学生。这两位大德我都亲近过，这个本子是我的老师亲手传给我的，嘱咐我将这个本子弘扬广大，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生前曾经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没有参考资料，他自己用毛笔写的字写得很规矩，做成一个眉注段落层次都勾出来，他当年讲经用的经本，讲完之后这个本子交给我，我一直带在身边的。过去在海外弘扬这个本子只有我一个人，在国内弘扬只有黄念祖老居士也是一个人，本子流通不多，见到的人很少，我们两个见了面之后得到真是莫大的安慰，也经常不断我们有书信往来，每一年我至少会到北京去看他一次，
啊，我们面对面来讨论。啊，我们有思忱，有使命感。啊，无论什么人对这个本子批评，啊，他的功过我们不说。啊，诸佛菩萨也不会起心动念，但是护法神是凡夫，不是圣人。啊，障碍这个经典的流通。怕护法神会找麻烦呐，啊，这个事情是肯定的。啊，许许多多往生的例子，啊，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啊，有坚定的大愿，这部经典。亲近阿弥陀佛，每一天读诵啊，弥陀给我们灌顶啊，弥陀给我们开示啊，你说这是多么殊胜啊！经意有疑惑不要紧啊，没有关系，一遍一遍的读，遍数读多了，你的疑就破了。中国古人曾经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为什么？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啊，心定了。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了，心定了，定就能开智慧，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起来的，换一句话说，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染污意起作用就是烦恼。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就只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去读诵，自然会开智慧，自然会理解。最重要的，依教奉行。经上教我们怎么做，就像善导大师交接我们一样，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说得很好啊，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完全照做；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要去违反。这就是如来好弟子啊，这样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所以选择经典一定要选择自己有能力受持啊，就是适合自己程度啊，选得太高了自己没有办法受持，反而得不到利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留意。要选择自己适合于自己根性，适合于自己生活环境，适合于自己工作。最好能够跟自己的生活工作都能融成一片，这样修学非常得力。
啊，如果所学非所用，那就有相当困难了。啊，这是我们选择经典的时候不能不知道的事情。啊，这位同修他说，我专修观音法门，绕佛时我小声念观音菩萨，请问可以吗？啊，我如果读无量寿经，是否代表不是一门专修？是否只能读普门品？修行的方法了，古人的典范很多。姜维农居士一生念《金刚经》啊，他放下经本的，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他自己说的，说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那你念《无量寿经》，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有什么妨碍？没有妨碍的。啊，念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都能得生呐。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经文专门说明，不是专修净土的人，修学其他大乘法门的人，将他修学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同样往生。这个弥陀西方净土的门非常广大啊，并不是一定要戒淫专修专弘的啊，修学其他法门呢，只要回向往生，通通得生啊。诸位要记住，要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那什么是功德呢？啊，你修行的有没有功德呢？如果没有功德，我们拿什么回向呢？念那个回向偈是空的啊，那不作用的啊，决定要自己有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功德简单的讲就是清净心啊。佛经里面常说吗？心净则佛土净啊。啊，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是清净心呐，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功德就现前了。啊，那我们再讲一个明显、具体一点的，持戒有功。得定是得了，你得了定了啊，因戒得定啊。修定有功，开慧是得啊，你才晓得功是修因，德是你的果报啊。你要有真正的修功啊，真实的果德。持戒如果不能得定，那个持那个戒是福报，是福德，不是功德。我们看到许多持戒很严的人，持得很严，他修的是福德，他不是功德。为什么呢？他没有得定。
他还有妄想分别之处，认为自己戒律修得很好，看看那个人破戒，那个人犯戒，把自己的功德毁掉了。怎么样持戒才成功德呢？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持戒得的是功德，他持戒能得定啊。你想想看，戒律持得再好，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满意，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心定不下来，心不清净，这个戒是福德，不是功德。功德能了生死，能除三界，福德不能。这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千万不能搞错了啊。佛在经上常常说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又常讲火烧功德林，火是什么？发脾气，心里不高兴，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一不高兴一发脾气，功德就完了，功德了很不容易修集，如果在临命终时发一个脾气，完了，一生都完了。我们要问问你有多少功德，你就想想从什么时候没有发脾气，到现在你念佛读经拜佛，你修集的多少功德自己晓得了但是你要知道嗔恚心把你的功德失去了，贪爱心一样也失去。换一句话说，其情无欲。中国人讲的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样东西都把你功德破掉了。由此可知，功德很不容易修。福德容易，福德不会丢掉，功德不容易修，也很容易失掉，这是功德跟福德必须要辨别清楚。下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一贯道是五道合一佛儒伊斯兰基督道教，是否此教早有多元文化的先见之明？是否理念很正确？一贯道崇尚无教，无教都不承认他，无教都不跟他往来，他算不算是多元文化的先进呢？诸位同修在此地必须要有智慧，否则的话，这一类东西很容易诱惑你。你要走到这个门，你这一生只能修福报，绝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古圣先贤一再教导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你有五个教度学，你怎么能成功啊？那我们净土宗里面五经一论，你要通通都修，学这六门，就不是一个普通根性人能够成就的。最容易成就的还是在这个六种课程里面选择一种，一门深入是最容易成就的。但道之如啊，怎么可以修两个法门呢？这五个宗教啊，这不是五个宗派啊，五个宗教合起来修，那修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晓得了啊，也不像佛，也不像基督，也不像回教，那不知道修成什么样子啊，所以这个不是正教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五个宗教，你愿意学哪个宗教，你就进入这个教门，都是好事情。五个宗教可以做朋友，可以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共同维护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佛门绝不会拉基督教徒来，你放弃你那个宗教，你来修学我的，不可以。人各有志，人各有缘呐。我们拉人家的信徒，这是不道德的。我们跟各个宗教往来，绝对尊重他们宗教，尊重他们的信徒，赞叹他们的宗教，赞叹他们的信徒，绝不拉他信徒到我这儿来，我们才能交朋友啊。如果互相拉信徒啊，决定走向竞争，最后呢就战争了，这肯定的嘛。一定要互相尊重。所以一贯道虽然尊重五个宗教它什么都不是。我曾经看过一贯道注解的金刚经心经一贯道的朋友拿来给我看，我一看那个注解，经文一个字没错啊，注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了，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完全用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经，把经解得支离破碎。诸佛菩萨看到要叹息，这造很重的罪业。一贯道如果真正走上了轨道，我也称赞他。怎么走上轨道呢？你学佛的，你跟佛教的法师学；你是想学基督的，你到基督教跟这个牧师学。你是伊斯兰教的，你去跟那个清真寺的阿訇学，这个我们赞叹，这是正教啊，这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自己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见来解经，把经，我想佛教经他解错了，其他教的经呢，一定也解错了。我们佛家讲呢，去解如来真实义，错
破解了如来真实义，他怎么会有成就？这位同学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福报与功德各于一切众生有何不同利益？这个刚才说过了啊，就不重复了。第二个问题，说佛教徒烧金纸给已故亲人是否得到或有必要吗？烧金纸，如果亲人在地狱和畜生道，他们如何得到？这你都晓得了，你何必问我呢？但是这里头有一个误会，我不能不跟你说清楚。佛教里头没有给死人烧金银纸的，你就查大藏经，哪个经上有这个说法的？没有。给亡者烧金银纸是中国的古老风俗习惯，不是佛教，不能把它附会到佛教里头来。那么但是现在佛教这个寺院里面好像超度佛寺的时候也有这些做法，那是变了质的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真正佛教里面没有你看居士林就没有居士林这里没有焚化炉你看看七月刚刚过去也做了几次法会超度家亲眷属，没有烧金人金银纸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事情过去有人问过印光大师文钞里头有啊，在哪一段我记不得了我曾经读过老和尚对这个事情答复很妙就是这种风俗习惯如果家亲眷属是在恶鬼道的有用他真能得得到刚才你说了他要是到畜生道了或者到人道了他用不上了六道里头只有鬼道他用得上所以印光大师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老人家用这个态度为什么呢万一他在恶鬼道你要不准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断掉了吗所以老和尚这个开导啊通情达理啊非常有意思我们想想我们顺从老和尚这个指示就很好这位同学问了三个问题他说已经注册为夫妇还没有圆房女方提离婚是人为因素还是因果大概人为跟因果都有吧第二个问题，人有灵魂吗？灵魂在人体的哪一部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晚上睡觉会不会做梦？我看一般人晚上睡觉都会做梦，我要问你，你那个梦是在哪个部位？是在头上？是在眼睛上是在耳朵上还是在手上脚上从做梦就能肯定灵魂存在灵魂离开身体这个人做梦去了不会再醒来了就这么回事情他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生活去了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人有没有死？人没有死，没有生死啊。死的时候是你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到另外一个境界去找另外一个身体去了。这里呢，又必须要跟诸位解释一下，魂不灵。如果要是灵的话，你想想看，你来投胎，你一定会投胎到帝王将相之家了，富贵之家了，一出生就享福，那多自在呢？你为什么投在一个平常人家呢？魂要是灵的话，为什么他就到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呢？由此可知，他不灵啊。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魂是迷惑颠倒啊！你要不相信呢，你细细去思维。晚上做梦，在梦中那个头脑决定没有在清醒的时候这么清楚，你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梦境里头迷啊，醒过来头脑清楚啊，清醒啊。人神识离开身体啊，就跟做梦一样所以迷魂呢不是灵魂呐，灵魂是我们称赞他说的好听呐。孔老夫子讲了实在话，他老人家在《易经系辞》里面讲的：“游魂为变，精气为无。”他说的好啊，魂是什么？速度很大啊，到处飘荡啊，不稳定啊，游魂。孔老夫子毕竟是圣人呢，他知道，他很少说就是了。那么说这个说游魂，跟佛法讲的神识的状况非常接近。下面一个问题说：人死后灵魂从何处往生？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说的有很多部位，就是说灵魂从什么地方离开。临命终时，仔细去看一眼，如果你这个灵魂是从这个脚心离开堕地狱，怎么看一眼呢？全身都冷了，那个脚里面还有温度，这就是说明他从脚里走的。从膝盖走的恶鬼道。从这个肚脐走的畜生道。从心头走的人道。从天顶头走的天道。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从头顶上走的。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他真的是升天是往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他神识走得很快，他真的就走了。凡是生到善道，身体一定是柔软的，不会是僵硬的。纵然人死了之后两三天，有的时候一两个星期，身体还是软的。这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这个台北华藏图书馆的韩馆长往生之后两个星期才入殓，身体还是软的。这个都是
很稀有的瑞相啊。那么人断气之后，最好是12个小时以后再去碰它，啊，12个小时之内呀，不要去碰它，这是最安全的措施。他人不到人间就不会造罪，这个话讲不通。六道众生都造罪，啊，天人也造罪啊，畜生也造罪啊，恶鬼也造罪啊，啊，地狱不造罪，地狱是只受果报啊，地狱人没有造罪的机会。其他的五道啊，都造罪业。啊，人之初飞到人间，到人间的意义啊，这个后头就没有了，到人间的意义就没有了。你这个意思大概是，人之初还没有到人间来。啊，到人间的意义是什么？佛在经上有解释，人生愁业啊，我们为什么到这个人间来呀？过去造的业，现在要受果报啊，所以六道里面来受身，我们讲投胎来受这个身，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是来受果报的，啊，另外一个原因呢，那是诸佛菩萨成愿再来，示现的度化众生，啊，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啊，这里有个同修有3个问题啊，我们简单的把它答掉。怎样做人？想要做佛，先要学做人。请问，要怎样做人才能达到成佛的目标？我们最近讲的十善业道。啊，你细细去读十善业道经，依照十善业道经去做人就行了。啊，从十善业道的基础再提升学佛学菩萨。啊，明天我们早晨这半个小时讲十善业道经，就是以十善业道的基础修学菩萨六波罗蜜。啊，第二个问题，他说：“请师父开示普贤十大愿王的意思。”哎，这个不行，时间不够。啊，十大愿王一条都要讲2个小时。啊，我过去好像讲过，有录像带啊，你们自己去找去听。后面一个问题，我们有求愿的心。但不要执着，请问我们每天早晚课之后求生西方是否也是执着？对，这个执着可以的，因为弥陀经上佛教导我们智持名号。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可以执着。对于西方净土阿弥陀佛要执着，啊，我们执着才能往生，啊，但是诸位要晓得，执着往生只能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把执着除掉呢，你的品位会往上升，啊，可是现在不行，我们除掉就不能往生。
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今天非执着不可。啊，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呀，到极乐世界再去修去。啊，我们在此在这个时候只求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决定靠得住。啊，如果要想不执着，想往上爬，恐怕爬不上去，摔下来呀，就去不成了。